你舔了我这么久，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，不如我们俩在一起吧。啊，就是你的意思是，我以后不用再买2份奶茶了。对呀，开心吗？这个，你这个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你这个转变的我有点接受不了。那你做不做我男朋友嘛？就是你要不让我考虑一下呗。这还有啥好考虑的？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我吗？我喜欢的是以前的你，你现在你变得让我有点认不出来了。其实吧，我也只是测试一下你而已。你的回答我还是很满意的，不愧是舔狗界的狗王啊！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马上圣诞节，你红包准备好没有啊？我准备好了，5200，旺旺。我是你预约的上门陪看世界杯。哎呦，挺专业啊！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哎，中国队什么时候上呀？中国队和你一样在家看电视。啊，他们为什么不上呀？水平不行啊。哦，是有姚明吗？姚明是打篮球的。哦，对，我记错了。是你看不看足球的？你懂不懂的？我懂呀，我们都是专业的。哎，那个贝克汉姆什么时候上呀？还有哪个队帅哥最多啊？还有没有其他帅哥啊？哎，我知道最厉害的还有个詹姆斯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回去吧，我自己看了。为什么？你回去就行了，我自己看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也想安静一会儿，你去吧。那你记得给我个5星好评啊。行行。